中方对叙利亚和沙特就重新开放两国使馆达成一致表示欢迎。叙利亚回归阿拉伯大家庭，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实现团结和振兴。我也愿再次强调，中方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协作，增强战略自主，共同促进地区的和平、稳定与发展。